我的工作是杀人，可我从来不杀人，我只负责接活、收钱、反映顾客意见。我认识这行里最好的工人，他们准确、麻利、话少，可也很危险。可做什么没危险呢？这行还挺单纯，不退款，不退货，不用笑脸相迎，不用问为什么，挣的也多。我有许多老顾客，比如他、他、跟他，我为他们处理过他、他、他、跟他。哦，他是我最后一个顾客，他叫 P， 其实他叫 Peter。 这个叫波波，本来他们俩是搭伙做生意，可最后您猜着了，他们翻了脸了，而且都不约而同地找上了我。See in the maison. C'est votre Blake Hammond. Ce n'était qu'une cuisinière! Bon, bon, bon. Bastard! Motherfucker! Qu'est-ce que tu comptes faire? Aucune idée. Attendre. Faut que ça cesse. Pourquoi ne pas aller à New York? Tu as un cousin là-bas, non? Je me plais ici, même avec ses problèmes. Merci. Arrête ça. Je ne veux pas être impliqué. La concession est de ta responsabilité, donc t'es forcé d'être impliqué. Surveille tes hommes. Tiens-les éloignés de la rue avant de quitter Shanghai.J'ai entendu dire que quelqu'un devait être Paris pour toi. Tu dois m'aider à sortir de cette merde. Je dois. Fais gaffe à ton chauffeur, c'est peut-être un vendu.
光天化日，在小食店吃馄饨，被人活活打死。临死的时候，他拼命地喊着我的名字。王立波这三个字在法租界那也是叫得开的呀。结果有用吗？各位前辈都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从小喜欢跳芭蕾。这个剧场我为他租了，这还不到一年，结果人呢？我说不不，我讲完。我们在上海十几年如一日努力工作奋斗付出奉献，我们为的是什么？但是现在我连自己的弟弟都保护不了。各位前辈说两句，他在哪都听得到。死了这么多天了，再这么搁着死者不安呢。天气又潮，别再。你是商界领袖，与法国人打交道时间已久了。王先生是个体面的人，我们相信他会处理好。和皮特闹了这个把月，大家都做不了买卖，法国人不高兴，我们也受连累。听说你最近和日本人搞在一起，外面说什么的都有，这样下去。李波明白各位前辈的意思，李波不是疯狗，李波是个本分的商人，请大家相信波波一定以大局为重，李波绝不做汉奸，这一点还请顾老监督鞭策指正。人马上买。三个多月了，挺不住。这种症状不常见，目前病历未明，也没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你还是要多注意。年纪大了。怎么会想起来去看戏？回头我找老严给你弄两副好膏药。这次尾款我不要了。还尾款？你连客户都给杀了，你还想要尾款？他都怎么你了都？我还得替你收拾。我差点搞砸，他都看见了。人家是花钱买凶啊，他有什么投诉的，他找我呀，他不能找警察呀，是吧？最近有行情吗？对不起，沃尔，麻烦你大点声。我说有行情没有？行情永远有，你先歇一阵子再说。老杜，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我搞砸过几次？
不就那一次吗？不想再搞砸。老赵，你心太重。趁着还行，再干一次就退了。别这么说，这可不吉利啊。茶还是咖啡啊？有三个。He's killed five of my men。你的人杀了他的弟弟，他就是个弟弟，没有其他的亲人。可那是意外，我不在场，也不知情，他也不见面，不见电话，不听见事。我看他是诚心。凡事他爱往坏处想，他会把大伙都连累了，包括你。和好吧，你我解决他。他那部分我不要，给你。我说先听听我的看法。当然，你可以暂时的离开上海。我不会离开上海。I'm not going anywhere。佛开也劝过你。他不会让租界这么乱下去。我看他是不想掺和这些事。事情正在起变化。The war's already started. I suggest you pick my side.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nderson, give this to the boss. Shanghai人. 安徽。我表哥说你很有用。听说你两天干掉九个人。切哥，杀人是万不得已。不得已，占了便宜再怎么说，在我这儿要做很多不得已的事。不过我比汤米大方多了。我听汤米跟我讲，你身边的人不大靠得住啊。我一生靠自己。汤米，汤米，先生，先生。给安诺先安诺，阿拉外甥儿子伤病老结棍啊，亏得侬救同弟就不交回医院，现在你完全好了，谢谢侬，谢谢侬。老太太，来，我转给教会的钱，救活了他的外孙飞燕。我能生下来，是一场意外，活到现在。也是意外，我经常让大家意外。汤米他们去美国，而我偏要来中国。在爱尔兰，我是个穷光蛋，在这里穿这样子的大衣。I love Shanghai.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他们几个跟你多长时间了？最短的有几个月。保罗跟了我五年。God, I'm still alive. Paul, get up! Paul, get up! Jonah! 我还活着！杀了我！来！ Try to kill the cockroach! 你在哪里？你妈！来，看来汤米没有吹牛，不会让你钱白花的。那是瓦斯爆炸，那是意外。Je me moque de savoir qui a tort ou raison, mais encore un problème sur la concession。
Et l'un de vous devra partir. 那这么说，我们要为租界的暴力事件负责。Pas seulement. 流氓斗殴、邻居打架，这个也算吗？Laissez-moi vous expliquer autrement. S'il tombe de son lit et qu'il se casse le cou, vous aurez une fessée. S'il s'étouffe en mangeant un steak, vous serez responsable. Ça me semble équitable, non ?我们认为这显示公平。Maintenant, vous pouvez vous serrer la main. Ah! 这就好，这就好。12月31日啊，正好也是我的生日，一年一度的新年慈善晚宴，在我的商会俱乐部，大家都去，集体亮相，让工商各界放心。C'est tout? C'est tout? 这 n'arrête pas? Tu le surestimes et me sous-estimes.Tu n'as jamais eu l'intention de le chasser. Jamais! T'ai-je déjà fait une telle promesse? Comment搞得这么惊天动地？买了那么多炸药，没炸死。我怕走漏消息，特地从北边找的人。可是这些江北人办事就是粗糙。也好，搞得大家这么紧张。伯伯没喊冤，他能背这个黑锅？没留意爸爸，转了四道手，上线下线两头喝，找不到这儿。完了，我有个不明白，皮特和伯伯到底搞掉谁，对我们最有好处？不知道，搞了才知道。你听说了吗？什么？巴黎那边要派人下来查佛凯，得让那个钦差来参加新年晚宴。来个大闹天宫，一石二鸟，不，三鸟，不，四鸟。别再出岔子了。放心，我花大钱找的人，传说是以前的革命党，专门刺杀总督王爷，从没失过手。每天都要难为你啊！过来吃饭吗？妈，最近罗姆反过来要我们加强巡逻。徐表，哦，你马慢啊！你看啊，在我认识的人里头。凡是准备接最后一次的，齐云山、马季、老七、王约翰，全都死在最后一次。你说他这是运气呢，还是规律？是规律。都因为最后一次想赚一笔大的就金盆洗手，因而导致让自己失去正确的估计形势。错误判断啊，过于冒进了。最终把自个儿还都赔进去了。妈，里头的数字比咱们以前接的都大，时间、地点
人家都安排好了，什么都不用你操心，你只要等候通知，到时到地方干活。丑话说在前头啊，拆开了就算是接了啊，这活是两头黑啊，拐了几道弯，经过几道手才下来的，估计后头还有大事啊。我反正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打听，我只管跑腿收钱递信。接了两个，哪个都行，俩钱加倍。喂，you. What in God's name are you doing in here? 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ell you. You're in my bedroom. You're listening on Snowy's phone call. 他与这件事情有关。Sure.Peter 的事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还需要你留在法兹界。你们需要我？这不是跟你商量，这是告诉你一个决定，不要再莽撞了。如果你担心安全问题，我们会帮助你。谁呀？就那几排料。这不是和你商量，这是带着你做点小买卖，你还当真呢？有能，真他妈把我当汉奸啊！I heard somebody screaming in the basement. Yeah, a woman.你怎么那么快就找了？我得去等这儿。跟你猜的一样，是他泄露消息。是他打电话告诉他们你会去教堂的。以前的相好也可以叫情人，西半。杀了他！我们不会留活。为什么？可能他是被骗了。我再问他。你知道他们要杀了我吗？My love to you. You know them.
我把你当妻子看待。我不知道他们要杀你。嘘。我要离开你。不。老杜。老刘，吃了吗？你的挂号信。谢谢，谢谢。有啥事啊？你想动的？天天欺负你。我晓得了，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好吧，明早我回来。我晓得了，晓得了呀，不好意思。哎喂哎喂哎，麻烦你帮我找一下那个三弄二号，我老杜。哎喂，这吗？And I'd also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e words in the letter threatening your family. We were only worried you might not accept our invitation.I'm speaking to you in English, because I know you went to the St. John's School for Boys. 我也知道你们的规矩，不跟客户见面。对不起，我是不跟外国人做生意。That's okay. I have lots of free time today. I'll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I'll tell them that...You're responsible for one-third of the murders in the concession in the past year. Then I can call the newspaper. And I'll tell them that their clerk, Du Lichun, is the agent for all the hitmen in Shanghai. 你要做生意，或是你要麻烦 Trick or treat!投款七成，马上付；尾款三成，看报纸付。不退钱，不退货。非常的好。杀谁？我 ，Peter Engelman， 爱尔兰人。你是要找一个人来收拾你自己？没错。帮忙自杀，那你何必费这么大劲呢？到外头找个电车道一卧，你既省事又干脆啊。But I'll fuck up my clothes.我需要你派个人来，在公共场合向我当中开枪，围观的人越多越好，先付七成，办事两天后。再给其余的，其余的，谁付啊？会有人死，但不是我。那是谁啊？你派来的那个人，他会开枪，但没打中，然后他会开枪自挥，把他打死。
我的人不会打不中。那你就想办法。This is a new service. You are my first case. 别想不干，不可能。自助了。三天之后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你怎么安排的，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行，我不收支票。你们是付美金是吧？我很喜欢上海人。北平，我是北平的。既然是演个戏嘛，非得死人吗？别杀我，别叫啊！谁让你杀我？你杀他，我可以死。他不应该打女人。不好意思啊，我来不及了。你了解你啥了？别死。只要我出去搵钱，你还跟他吃饭啊？你啊？怎么？我强过你好不好？不是你这么啰嗦。老道离信啦。他说他被人追债，阻了去福建，叫他的钱过去。他为什么不去上吊？巴黎要来人查佛凯，调查他，那不是一查一个准吗？嗯，您说啊，这件事情里面对我们大家来讲，到底是吉还是凶呢？我还听说，那个钦差是皮特的老朋友，皮特手里边可抓着大把佛凯的短。你手里不也抓着一大把吗？我又不认识什么钦差大人。皮特这是逼着佛凯要清场啊。诸葛大意是荆州，可是被抓住砍了头的却是关羽。帅，你他妈的真帅！正义使者，阳光杀手，我都恨不得能代表玄武皇起立向你致敬，感激你替全体市民匡扶正义。你怎么会留下一个活口当证人呢？现在全上海是在找你一个人。那是个女的哦。女的就不长嘴巴吗？猪脑袋。我算了算了啊，尾款别想要了，客户都快气疯了，人不给了，我还替你东说点情西说点话吧。你这点臭毛病要是不改的话，我是真没辙。再给你个活，一块堆蒜。听好了，
这回是个洋人，男的，有钱。那他是干什么的？我管他干什么的，他是个洋人就不对了。总要有过理由吧？他把小龙猫，他总爱晾凉了，把皮儿剥了，他肉不吃只喝汤，他把咱们中国火腿的秘方传到外国去了，这理由够不够？他该不该杀？嗯。没有，你怎么每次都有这么多问题啊？一个习武的，问题太多，就是没有职业道德。真是后悔当初为什么会找上你这个愣头青。干不干？不干我找别人。那通明。你现在这个买卖是越做越大了，啊！我见你都得排队。托您的福，您多照应。我有事儿求您。哪儿话呀？您吩咐，找个办事的人，人要可靠，还要见过大场面。明白。人，我要亲自见，行吗？行。事情我自己来谈，你就不用掺和了。清楚。不说不看不打听，钱我可以先付，但是呢，你要做保人，事情办不好，你跑不了，你老婆孩子也跑不了，你能？听您的。把你给吓的，我跟你开个玩笑，我真能那么干啊？嗯，这么多年你是第一次请我吃饭，等你哪天退休不干了，我天天请你。说吧。有的一只小菜，一碗汤就好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张主任，侬不要客气。哎呀，侬是贵宾啊，噶许多年数，阿拉老多，侪是靠侬提拔。哪里的话。没做几个小菜，侬多吃眼，吃好啊。哎。哎，你了解我，我也是过有血性的人，是不是？想当年咱们俩在一块儿，那是理想。去除大陆，大刀军阀，虽然搞的也是暗杀的工作，但是我们心里都是亮堂堂的，哪像今天呢？就这世道，他逼得你不得不现实。那好事成双，又是一好活。我的老主顾，他非得找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而且把我还拉下去当保人，忙不过来。你知道我也不见面。明白明白。钱多呀，这次我少抽一成，干嘛不干？还是找别人吧。爸爸爸爸。哎，乖女儿。我要上厕所。你好，爸爸带你来。小心点，别尿在裤子上啊。上一次是我帮你，这次你得帮我，你真得帮。这位我可得罪不起，一个一个来，你总有办法的。哎，乖啊，找妈妈去啊。啊。那你看啊，两个活，两个业务同时开展，你说哪个算最后一单？哪个都不算呢。平安过渡，就那些人多死几个，大吉大利。实话跟你说了，如果你不接，我们全家就过不了今年这个年。
这不是请你在帮忙干活，我是在求你帮我们一家四口。老马，那杯瓜子呢？扔哪儿去了？你死吞了，对不对？山里没有被褥、粮食，没有武器弹药，弟兄们饿死的饿死，冻死的冻死，都是因为你。那笔钱呢？是我的失误。你失误？你一个失误害死了多少弟兄？我会还上的，攒的差不多。都死了，你还给谁？上步，走，走，你是我的最爱，我发誓。房间里谈。你出去。想请莫斯科芭蕾舞团，但是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谈，只好跑到巴黎去请。人家不来，没办法，只好在马赛找了一个。再过两个月呢，就是立海生日了，怎么着我得替他演一场。对吧？嗯。你贵姓？赵。老杜呢？说你很能干，从来没有失过手。啊。老杜这个人啊，滑头，从来就没有把话说满过。这一次因为你的事情，在我面前打了保票，这是从没有过的事儿。哎，你今年有50？不止。这个好。这个呢，很说明问题。哦，干你这行能够活到这个岁数，不容易。你想怎么杀我呀？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有人呢想让你把我给杀掉，你准备怎么做呢？嗯，看来王先生可能还没想好，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先告辞了。啊，你这钟该擦油泥了。
回去。12月31号晚上，请柬在这里面，够你吃好几年的。我不收支票。孙秘书一会儿用这个带你去支现金。记着啊，你开三枪，第一枪、第二枪是真子弹。打他，好，那个法国人。记住，别打死，打死有麻烦。嗯，不是第一枪，也不是第二枪，是第三枪，这是夹子弹，你打我。枪他会给你带进去，子弹压好，啊，你可别带家伙，你也带不进去。丑话说在前头。这件事情要是泄露出去，你活不成。老杜也一样，他的老婆孩子都是你的担保人。有能，那就都丑话说在前头。你想灭口，我就杀了你。你动老杜的老婆孩子，我也杀你。一次不行就再来。直到你死。You know?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表拿走。你那件大衣穿多久了？J'en suis très honoré. Merci pour votre confiance. Oui, s'il vous plaît, transmettez mes amitiés à Monsieur Verne. Oui, oui. C'est bien compris. Au revoir, monsieur. Le prochain responsable de la concession sera encore moi. Personne ne vient à Shanghai. Oh, 不是说 Je sais, je sais. Il se dit que Paris pourrait envoyer quelqu'un pour enquêter sur moi. Mais cette rumeur me plaît. Laissons-la se propager. À la fin, certains réaliseront que le nouvel ami ne vient pas et que l'ancien les abandonnera. Les gérants.Pi et Bobo, l'un comme l'autre, doivent disparaître. Люк, последние два дня. Видел ли ты дядю Петю?
理发？不，刮胡子。怎么也不雇个伙计？你爸爸有消息了？俄国现在叫苏联。嗯，对对对对对，苏联。我们认识多久了？记不清了，还以为你死了。你看，那个地方该修一下了。别再来了。想请你帮个忙。我不想出事，我不想你。Mr. Dingman! Fucking psycho! Let me down!You fuck! For Christ's sake!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now? Mr. Eggman! It's the rule, okay? No one is allowed to leave without permission. I was just going for the booze! Cut him down! Now! 可能去见人啊，可能是有钱，可能低消息，也有可能昨天晚上已经叛变了。I said cut him down!我勒想来信报报兵书，我要到县人为他收罪。出去。成家了，成家好，恭喜。你吓着大伙了，你赶紧让这个事情结束。今天晚上和他通电话，最后敲定，不能出差错。如果佛凯还是不愿意对波波下手的话，他们会不会有交易？我雇你不是因为你会出问题。 Peter， 你需要一个帮手。你没有在帮吗？我的意思是你需要一个副人。我可以帮你。你比我认识的所有的人都聪明。要是我不答应呢？你会再一次当叛徒，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伯伯，像你四年前那样。你跳槽我？没关系，比起活着，背叛算什么？在我小时候，我父亲说我是伤了，那我就干脆把他问在我身上。你知道蟑螂的本能是什么吗？永远不死。蟑螂怎么会不死？只不过它们长得都一样，你看到的是另外一只。另一只？那还是我。我第一天就看得出来，你喜欢雪儿。雪儿可以是你的。这个事情过后，你也可以帮我处理上的事。没问题。新年晚宴。周丁那天听说巴黎来的那个钦差大臣也会参加，不可能有再好的机会。钱跟文件都在里头啊，火气封得好好的没动过啊。
哟，新建设，纯羊毛呢，起码得二三十块美金吧。这么说，去见过波董了？也不用，结尾款的时候再说，再那。怎么样？什么不对劲？啊，不问。你忙。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告辞。我说你呀，小心点儿。门。Ваш племянник сегодня был здесь. После жопука. Сэмэ сан силай джау уэлэ. Тэтан хо, вот сэджи мам буколай. А я гэжэн голма? Чем пушал, хэцэн хаочэн. Найр ё хаочэн дэ тэн. Шэгэн нэгэн шэйсэ.你不是好好的吗？上次要是没我，你回不来。你不一定要动手，我先自己来。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帮我收尾。用不着我，你总有法子把人杀了。我要那笔钱，必须。你疯了！我不为钱干了，更不会为你。那这是为谁干？高密的，他害过很多人。我跟你说清，你走吧，别再来了。我来之前找了个人，现在在你家附近。你不答应。或者半小时后接不到我电话，他就杀你家人。我不信，我十六岁就认识你了，我杀人是你教的。我们为钱杀人，杀个开心的。杀姑姑的，可我不会杀小孩，你也不会。你对我这么有信心？不，我对自己有信心。表停了，现在几点？他应该已经在你家门口了。哪个？梁，你替我干那个洋人，其他的我来。认得吧？邓同志，应该会安排好。安排？你先安排。让你那个朋友赶紧滚。怎么找到我的我？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你没给喊，就好招。想找你帮忙，不是杀人，是表林老板他有个帮手，得找我出来。我想知道他最经常出哪儿，跟谁打交道，给谁打电话。大人是我，我自己也干不了。他是什么人物？你变没变？人不一样，我们收的钱也不一样。他不好对付，你也别管。有按感觉就行了。好，有事去律法官找我。体验完你也碰他。你想去啊？点解？要买咩大嘢？讲咗啦，唔准去。你给我出来，在这儿躲着呢。你出来，出来，再不说我把你踹了。赶紧的，给我闭嘴啊！赶紧的。我儿子的小辰光，也有一个大块头经常欺负伊。那么伊人小了一嘟嘟，不敢跟人家打。后来呢？后来，伊死掉了。大块头啊！我儿子。是大块头拿伊害死他。一天子我是要出去办事体，那么这块表定他了，没看到原来应该在了车站里办他个事体，结果整整耽误了一个夜到。第二天回到屋里，我儿子煤气中毒死掉了。我儿子名字叫小丑，丑哄哄的丑。我不要看名字叫小丑啊，但是伊长得漂亮，像个小姑娘。伊哪能办？这只小猪。伊有家是再欺负侬哎哟，侬就用这个地方啊！哎，可以个，乖娃，假使不乖哎哟。那以后就不要吵了，啊！今天的事情就这样了，行不行？还要感谢你给面子。不错，人样都出来了。袖子短了点儿。谢了，
不用谢，这是工作服，完了事儿再还我。老许，老许，喏，谢了。开玩笑的，送你的，算我的。Hello。定了。他穿白西服，戴黑眼罩。嗯。每天给我送报纸的那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让他去苏州办件事儿，你要保护好他，一直护送他回上海，明白？12月31号晚上，材料都在包里头。很多大人物得搜身，家伙带不进去，但先帮你放在二楼卫生间的水箱里头了。一把勃朗宁，一个弹夹。怎么跑啊？都是有钱人，怕死，枪一响就乱了。你就趁乱的时候往外头撤，没人会挡你。怕了？我有个朋友，算你前辈吧。他只用一把剃胡刀就解决了4个绑匪。他为了要接触一个军阀，去学了2年钢琴。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专业。什么叫专业？没有废话，解决问题。他在上海没？退休了。你进去之后把这个带上。那有个搞错吧？现在巡抚房都在抓戴眼罩的人物啊。你上次戴左眼右眼？好像右边。你这回戴左眼。买家定要戴吗？得戴，开了枪之后就把它扔了。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妈妈特意给你腌的咸鱼吧？知道你在上海很照顾我，想谢谢你哦。我跟你讲哦，我妈妈做那个馄饨。我没耳背，更厉害，比上海那些好吃多了咯，包括他眼睛快瞎了咯，以后也做不了了。等我赚到了钱，早把他接到上海哦。现在谁在照顾他呀？你爸爸？就我爸爸，他就是一个走鬼哇，不打我妈妈已经很好了哇。放心，这次客户一定会付尾款的哇。对，我们这一行其实就是一个服务业，是吧？就是本质上就是要替客户解决问题。如果不能替客户解决问题，客户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你不但挣不到钱，喂，我有急事，下次再聊。我离开。你跟我很久了。兄弟，眼里有贼啊！我就是想赚点零花钱，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想到遇上同道高人了。你要是受人之托，回去告诉他，不要再来了。
他到底是谁？你们说，你们分他来吧。俺爸死了，咱还活着呢。知道我住这里，你身上有钥匙，没有送你到医院去。巡捕房要是来了，他们问的就多了。老赵啊。你不简单，你以后就天天抱着他秀表啊！你放心，我为你保密。还有那个阿斯，你个小瘪三。我当时就在楼下，我亲眼看到他到楼上摔下来。你只要给我200块，我就ты вместе с мамой сейчас поедешь к бабушке, а я к вам вернусь.через 2 дня. Gentlemen.I didn't mean for that to happen. Kill him. The nearest Eve charity ball. He's gonna shoot someone. You shoot him after that. I'll promote you to manager. Will you? I will.过年送到苏州就走脱了，入门时喊你十二钱，弄堂口也可管护士。日记里向我看不到，最近的邮局里向有电话，但是要走三里路。我的块表修不好了，送不了。侬会回来吗？不晓得。那我哪能办？
那两个人是你雇的？我没让他们杀你。越来越厉害了，吃药也没用，医生说最后连路也走不了，脑子也会坏掉。儿子最爱坐火车了，火车要一直在铁轨上跑，铁轨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不能改道，不能脱轨，跟人一样跑，不停地跑，跑到报废，变成一堆废铁。你见过报废的火车吗？帮我干完这次，想演最后一次的，都是在那最后一次，所以，我又借了一单火，也是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方。Ты что? Ты совсем спятил? Ты хочешь, чтобы я пошел из-за тебя умер?你把你老婆孩子都送到苏州去了吧？我的那个朋友也到苏州了。你吓唬我？那就多多，他们现在在哪？哎呀，我不会告诉你的。明天完事，他就放了他们。要是明天你是在哪的，那也放人。那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你会吗？您睡了吗？刚吃过药。Je viens prendre des somnifères. Les somnifères sont mauvais pour la santé. 我老了无所谓。Je suis vieux, ça a peu d'importance. Je n'arrive pas à dormir. 操心过度，对脑子也不好。Je ne serai pas tranquille tant que les choses ne seront pas réglées.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心里不踏实。有些问题不去想它，自己就会解决。De même.我困了，药劲上来了。祝你晚安，狗咬狗。啊，恐怕行。狗吗？狗咬狗。你喝口水。贵庚啊？我属虎。我八岁
就被送到美国留洋。我不懂算这些属相。啊，59，外孙刚上小学。你爹，这城市跑得多快，天地不仁，是万物如刍狗。这次来俩不死也得滚蛋，租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租界啊，谁的也不是，我们都是寄生动物。这一生啊，都要和靠不住的人打交道，这是宿命啊。你安排的人都没问题吧？妥妥的。您好，请问是杜先生吗？嗯。啊，刚才有位戴眼罩的先生给您留了口讯，他说他先走了，不等您了。眼罩？戴哪个眼？好像是……对不起，我记不清了。他说了什么没有？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谢谢你。第二句是，请您放心。
日快乐！谢谢，欢迎你来。这是我的雪儿。你好。昨晚睡得好吗？做噩梦。哦。梦见我死了。Probablement un suicide。Ce n'était pas un suicide。听说梦是反的。弗洛伊德说啊，梦是愿望的满足。Il souhaite sa propre mort。Ridicule。人的本我是很黑暗的。有多么黑？伸手不见五指啊！我爱这种聚会，我爱这种热闹。整个上海每天都应该这样。谁有系列的这样的那种香港味道 ？Nice 吧？王老，欢迎欢迎。后面那些日本人是干嘛的？啊，种本派来保护我。不要都不行，保护在我这儿。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打狗要看主人。你是他们的狗，惹急了我可谁都咬。我给他们找个地方待着。今天大家在一起迎接新年，希望明年啊，大家都平平安安。平安呐、啊。那是租界长官的责任。Tu es marié aujourd'hui. Réjouis-toi. 今天你就是新郎官，开心点。我去打个招呼。Let me have a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What a righteous tool you are. 你瘦了，更像王八蛋。You know?我知道那些都是借口，你想要我的生意哦，我不会离开上海，我不会。你记住，上海是中国人的，租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嗯，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抽出原本啊应该与家人欢聚的时间来到这里，这是对慈善的支持，也是对商会的支持，谢谢你们啊。狄更斯啊有一句名言，我想更改一下，这不是最好的年代，但也不是最坏的年代。北方尚有国土之争，大趋势是和平。上海尚有饥寒的民众和儿童，但这里也有你们，像你们这样心系苍生的良善商人。朱门未必酒肉臭，里面一定不能有动尸骨。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人，商人还是农民，所求所信的无非是天下太平盛世。太平了，大家才能赚钱，赚钱了，天下就更太平。我愿在这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谨祝。师傅现在在哪里啊？天下太平，对不起。愿每一个人踏踏实实的有钱赚，高高兴兴的有饭吃。再次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你们对慈善的支持。谢谢。你是来杀人的，你来杀外国人。小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出去你就死定，这是个陷阱，不然我不会在这等你，想活命就跟我来。
你是谁？白西装，戴黑眼罩，去男厕所拿枪，切蛋糕的时候动手。谁告诉你的？你是被骗来送死的，你那枪根本就打不响，被做了手脚，你被骗了。 这个新来的钦差在哪儿呢？啊？会不会劈腿已经跟他在什么地方勾搭上了？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笑你总贵吧？天真点。 我救了你一命，谢谢你。出主意害你的是个中国人，黑西装，戴眼镜，他姓唐。你去杀了他，你可以用我的枪，我偷偷带进来的，这可是真子弹。 我雇你。 这么不禁拍啊？款式搭吗？不是太合适。这枪本来就不是我的。小农，枪准备好了没有？ 完事后，干掉他没问题吧？万一呢？还安排了四个人在门外，枪一响就进来。听说了吗？什么？他在这儿。他是谁啊？我们谷的长手。 Food. Hungry. 枪，你进来怎么了？再搞着。Relax。
是怎么的。对不起，这几个不在安排之内，给你加钱。得叫我先洗你衣服。要是我死了，按本子里写的做；要是我还活着，就把它交还给我。女人，拜托你了，拜托我。你没朋友，除了我，我老婆还没来。现在娘子好好的，对吗？现在稻草在你手上，打算怎么办？最后一次，好了，说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Ван Угеман. Следующее, мы должны выдать добровольное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е. Рундео. Дао!颁给本年度对慈善做出最大贡献的两位 Mr. Peter。 这孩子比你年轻的时候还麻烦，换上衣服，时间快到了。
最高行政长官要讲几句话，胡凯先生。Je sais que tout le monde est impatient, mais je dois vous dire quelque chose. Je suis désolé, mais vous allez devoir supporter un peu plus longtemps ce visage si impopulaire. En effet, la nomination officielle de Paris vient juste d'arriver et mon mandat au poste de responsable de la concession a été reconduit.Et bientôt, le gâteau sera servi.没事，我可能是累了，你继续，我休息一会。Tu joues avec moi ? Non, tu joues tout seul. Quoi ? Il n'y a pas de superviseur. Personne ne vient à Shanghai. Ce n'était que dans ton imagination. Je t'ai dit que tu étais fou. Seul un fou vit dans son imagination. Ah !可是假子的。哎呀，我的耳朵，他们真有你的啊！合同完成了，现在是别人的合同。
我早说了，最后一单不吉利。没稿子啊，多亏你。
我来收琴。我要翻广东了。那就帮我谢谢你妈妈。咸鱼很好。以后也不翻上海了。好啊，我不是早说过吗？你就不适合干这行。给我个理由啊。我在这行里干了几十年了，总结出一个规律，人为了爱恨嫉妒愤怒教义而杀人，都是愚蠢的，不值。杀人只有一个目的，你不行。我觉得这对我是好事。你说过拿各用刮胡刀杀人的前辈是不是会修手表啊？Thank you.